就是通过调节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波段的图，然后来捕捉一些这个超声波的异常发生的目标，比如说一些空气压缩器或者异常的震动的噪声，还有就是我们电流的一些局部的放电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之前所有的声音的检测都是通过听的方式来进行定位。那么听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只能够判断它大致的方位，但是它具体的点的位置在哪是很难判断的。是一些尖端的异常的放电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到，因为产生电弧的时候，它同样会在周围产生涡流的生产。我们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整个的发音的发生的位置。我们做一些移动，你能看到我可以快速的来捕捉这样的一个位置在什么地方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